去赶风月一蓑烟雨夹在钓台西竹卖鱼生怕进城门狂啃到红尘深处长生离朝潮平西来潮落好歌归去是人错把笔眼光我自是无曲曲如萍但愿山长云山乱小山青气势磅礴，气势磅礴，而且尤其我特别喜欢这个背景，就是把《富春山居图》的古画和图片，真漂亮。哎，因为我们这个契机也是从这个春晚的这个节目来的。哦，嗯。甲红金水天气影战波平当时我们真的是扮演的是这个画中的人物啊、嗯，所以我们还很感谢春晚就今年忆江南在春晚里边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都在给我讲太漂亮了而且在这个节目里边啊，我们的观众不只是
仅仅限于欣赏一首歌，欣赏一段舞蹈。忆江南这个节目叫创意音舞诗画，他把这个歌舞演这个和传世名画用这样的高科技手段把它组合在一起，可以说诗美、画美、音乐美、舞蹈美、制作美，五美合一，精妙绝伦，太棒了。对，其实我们当时拍摄的时候是用一个电影的手法来拍摄，还后续还加了一些很多的特效的这些 对让我们四个人能够站在一幅 3D 的一个富春山居图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显得特别的典雅，体现了中国的一种古典的精神啊。那里边呢出现了很多我们以前只是在国画里边山水画里边能看到的人物，但这些人物呢由我们优秀的演员去把它呈现出来，活生生的从画里走了出来又回到了画里去，这就需要加上高科技。所以我想呢，这也是总书记在文代会提出来的，希望我们的广大的作家，我们的文学艺术家们要能够呈现祖国的山河的壮丽之美，呈现我们这个祖国的历史的人文之美，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自信才能真正的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心里。所以刚才这首作品的演唱对于四位来讲应该也是一次非常投入和享受的过程。他这个其实音乐一起啊，就是春江花月夜嘛，这是名曲啊，而且这个春江花一直贯穿在他整个音乐里边。我还记得我们北京奥运会的时候用的春江花月夜、画面徐徐展开，对对对对，一个人在上面弹着古筝，一个唱着昆曲，然后一幅画卷让世界看见了中国，听到了中国。而他们今天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因为他做了一种融合，用春江花月夜来演奏配上这幅画是绝妙之举，你就感觉像通过他们的眼睛又看到我们现代的景，也看到了元代黄公望的眼里的那一幅幅美丽的山水画面。是，黄公望这个人呢寿命很长，活了80多岁，86岁，他出生后2年元朝就建立了，然后他去世之后的14-15年元朝就灭亡了。这个人的年龄基本大体上跟元朝是相始终的。黄公望原来做过一些小官，后来因为他的上司呢犯了法，他自己受连累，他自己后来干脆就不做官，就隐居在富春江畔，然后就开始写生。他还见过赵孟頫，赵孟頫那是当时的大的书画家呀，给他还指点过，所以他实际上在绘画在书法方面在当时还是很有一些名气的，但只是他没有功名。这个画画得很艰难，大概写这个题跋的时候才画了3-4年，他去世的时候这个画完成了，画了7年、也就是说这个画可以看作是黄公望平生所学，他把他平时的写生的功夫和他表达对于富春山以及包括整个桐庐啊富阳这附近的景象，包括他的文人的理想，那种向往一种平淡的自然的返璞归真的生活的这种愿望，远离恩怨的这种愿望都画在这里边。所以你们看这个画它有个特点什么呢，它这个叫平远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它不是那种透视的方法，它是完全从水平上展开来画。这个画本身我们完全可以看成是它内部实际上是有时间的，这个时间跨度很大，不是只画的元朝的情形，而是跨越了时空，作者在画一个理想啊，一个山水的理想，也是一个文人的理想。其实因为我觉得今天特别微妙，就是用一首歌来传达一幅画的意境，这样是对。我记得好像是在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第一次的这个山水合璧展，对，就是《圣山图》跟这个《无用诗卷》，因为看的是整幅大幅山水这种震慑感嘛，没有知道说哦，原来里面有8个人，对，然后。我们今天其实4个人就是扮演原来里面的角色去唱这首歌，唱这幅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感觉特别微妙。对，实际上这首歌是两首词，是对两首词的组合而成。对，为什么选这两首词来作为咱们
音乐创作的一个。这两首词就是因为我们是演的是那个渔府嘛，啊，对，我觉得就是要更贴近这个人物，对，所以我们在主歌的部分选择了陆游的这个《鹊桥仙》，嗯，就比如说我唱的那一句，嗯，时人错把比盐光，我自是无名渔府，对，就是通过这样的词，我觉得是更贴近我们四个人物的角色。然后副歌我们选择的是苏轼的《行香子》，对，这个是我们跟专家一起商讨然后确定的，对，这个主副歌的结合就是 既能够传达我们这个四个人的人物个性，嗯，然后从文学上出发也是比较符合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两首词，一个是《鹊桥仙》，一个是《行香子》，两首词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苏轼这首词是写在他做杭州通判的时候，他去到底下视察工作，这是他的管辖范围，所以他到了七里濑这个地方，想起当年严子陵隐居在这个地方，所以很有感慨。陆游呢，是因为政治上不得志，回到山阴老家，专门写自己呢要做一个这样的渔夫啊，所以这两个人的词对陆游来讲是说有点不平，但苏轼的重点其实不在他身上，在那个景儿，所以这个诗画歌搭在一起的话就特别的协调，特别和谐。哎呀，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渔樵耕读，对对对，这四个行业很有意思，为什么这四个代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如此重要？你还记得屈原对写过渔府，对，嗯，那个渔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隐士啊，包括这个王维的是说隔水问樵夫，中国古代在这个诗里边画里边凡是出现这个渔府和这个樵夫，他肯定是以劳动人民为原型的，因为他确实有这么个职业，对，就是穷苦的打渔人，嗯，穷苦的砍柴人，但是他落到文人手里头，进了诗里进了画里，那就是他自己，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都是文人表现自己清高，高洁的一种化身。所以今天听您这么一讲完，这幅画背后故事太多太多了，所以也期待着更多人能够看到这个作品，并且通过这个作品去了解这幅画背后更多的深意和美。当然更重要的也是告诉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者用什么样的眼睛，用什么样的心去体会属于这个时代的大美。所以期待我们今天的现代人在这样一幅山水中用我们的智慧让它变得更美。谢谢，谢谢我们四位经典传唱人为我们带来的《富春山居图》，请为经典传唱人阿云嘎、杨宗纬、郑奇元、蔡成玉开启分享通道。我是经典传唱人阿云嘎，我是经典传唱人杨宗纬，我是经典传唱人郑奇元，我是经典传唱人蔡成玉，请和我们一起点亮传世经典，唱响大美中华。